嗨，嗨，大家好，嗨，大家好，我是冠廷，谢谢。大家好，我是冠廷。然后很开心大家可以在首周就进戏院一起来看《无声》，然后我觉得这是一部不太一样的电影，看完可能不是很开心，但我觉得会给大家很多的思考，很多的冲击。然后希望给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希望可以在，因为我觉得这部片是非常适合在电影院看的。对，好，贝贝，你要不要说几句话？谢谢大家进戏院看《无声》，然后因为我觉得它不适合二刷三刷，所以可以。我自己看完是有点做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善用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帮我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进戏院看《无声》。谢谢。谢谢。Echo 帮我调低一点好吗？谢谢。回声太大，我们。Hello。OK， 好，关你。我想要知道大家看到那个前言可以讲话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不会啊，会吗？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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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一种很有良好的感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大家好，我是冠廷，谢谢大家进戏院看这个电影。然后他要讲的事情其实没有很复杂，但是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要传达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些事情吧。无论是以任何一种形式这样，谢谢大家。谢谢王大春老师。切入正题，马上做提问，因为每一场的应候都很踊跃，所以我们把握时间了。来，第一位冠廷选，好，眼睛一改。好，就是我今天特地又做了一个反的眼睛一改，什么问题？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其实是看第二次了，之前本人有看过。那我想问的是说，就是演员在就是因为要打手语，然后又要注意到自己的表情跟眼神来做搭配，那不晓得演员在诠释这个部分有没有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或者是去怎么去克服或适应的？然后另外就是那些同学们，就是除了主角以外的同学们，是也是专业演员来诠释的，还是其实是找就是其中学校的学生来演出的？这样，谢谢。谢谢你。那我先回答。好。打手语，因为我演的是一个老师，所以我打的手语跟他们不太一样。然后打手语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就是从基本的手的那个开始去训练手指头的灵活度，然后慢慢的台词加进来，然后后来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可以完整打完一整句台词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把一些情绪加到你打的手语里面。那过程我是觉得蛮享受的。对，贝贝，其实因为我们一开始学手语的时候，其实就是会没有办法习惯他们，因为我们平常用手可能就只是拿东西或者是放东西，比较简单的东西。但其实手语是要手非常灵活跟非常灵巧，才可以让它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这跟跳舞一样，它就是一个肢体动作，就是我们反复练习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习惯，就是你知道你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然后在关于拍戏的部分，我们演员的部分其实是他是那叫什么那固定班底，跟然后我们之中其实有几位是真的聋人的，我们是就是一半一半这样掺杂在里面。然后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在就是有拉扯的那些戏跟那些演员，我们都是有经过很多次的排练的。对，哎，导演有补充这个部分。就是其实就是大家看到就是校车或者是譬如说学校的那些同学们，对，的确他也有一些聋人，但比较主要其实都是听人演员。但就算是那些很周围的同学，也都是要上过好几堂手语课，要来上表演课的。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其实都在台中拍摄，但拍久，其实他们真的就很像同学一样的。不过在舞会，因为舞会比较不会有太多的表演或是最熟悉的东西，所以大概有一半其实都是聋人。是，妍妍，你是不是很喜欢刘冠廷？在拍之前是不是就很喜欢他？对。拿麦克风讲。为什么？因为开始的《花甲男孩》里面的花。对对对。对。好，了解了。好，okay, 下一位。冠廷选一个。我啊。谢谢冠廷。好，我忘了麦，那我们言简意赅，因为时间有限。
啊，我想请问冠廷呢，跟那个丁玄彬对戏的时候有什么心得和趣事？非常好，谢谢。跟他的话是，因为他是韩国演员，所以一开始要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语言上的隔阂。但导演安排了我们一天去运动，就打篮球、踢足球。然后那天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就是还真的很像师生关系那时候。然后在真正演戏上的话，我就会觉得，哇，韩国的训练是很扎实的，然后他们可以很懂得。的镜这个镜头主要要表达这个角色什么样的情感或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可以运用在这个镜头跟下一个镜头，我觉得他是很清楚。还有包括剪接点，我觉得他也是，我觉得这是我很后来才知道的事情，可他在那个年纪就知道，我觉得哇，相当佩服这样。哇，剪接点，那导演你要统整这两种的方式的演员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玄彬的对手戏是跟全全跟冠廷比较多，然后但像因为我觉得全全跟他们是对立的，对，所以我反而觉得像玄彬那种很精准，然后非常就是很明确很惊悚那种表演，我觉得是很适合小光这个角色，因为有蛮成熟的，不太像是小孩子，刚好与他的角色背景是很相近的。然后我觉得全全其实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常常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表情，你们会感觉到张程，然后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然后想探索，我觉得也跟全全本身的角色个性蛮像的。所以我们其实在为什么前期会有很多的排练，就是其实希望角色跟他们真实的有些性格是有些贴近的。然后在冠廷跟玄彬的对手戏，因为冠廷就他就是水，他在不同的全全刚就说他在罐子里面就会变成罐子的模样，所以叫冠廷，所以他如果在盆里就变成盆里，所以他会针对不同的演员去做调整，他反而是比较不用担心。比较花时间其实是讨论大军老师这个角色的处境，跟他来到这个场景来跟这个孩子对话，或是那个的心境啊。对，这冠廷可塑性真的很强哎，一不小心就演成汪建明有可能，对不对？就跨一步就到了。我自己在北影看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大军老师是不是坏人？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厉害，可塑性很强。下一位，来高俊杰。那个女生，条纹的女生，好冲！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功德。我想知道那个布袋戏，就是他们两个昏倒的时候看到的歌仔戏，歌仔戏，歌仔戏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你说八仙吗？对，我先歌仔戏，就是。我今天跟全全讨论说啊，这个应该要录成那个录音档，然后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放出来，因为它是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们这次就让冠廷跟妍霏来回答好了。好，何心。我知道，导演会说，因为那时候全全倒下来的时候，地板上不是有一堆蛋液吗？导演会说他，因为他很喜欢水，他觉得水是一个流动的东西，对吧？对，好。然后就是因为对我而言，就是我觉得导演可能会觉得说，看到八仙是一个，因为八仙对于贝贝来讲算是他的一个寄托吧，跟八仙是就是里面唯一一个女生，然后刚好有点像是，就像是贝贝在第一次被欺负之后，他看到何仙姑，他是止不住的哭出来，即使他在所有人面前都看起来很坚强的样子，可是在他遇到何仙姑的时候，他觉得那就是他心灵寄托跟他的。心里面的最大的依靠，对，就是来自那个啦。因为导演在做填调的时候，他有发现，当你长期受到这样的欺负的时候，他们会衍生出一个人格或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他导演把这个把它融合在这个八仙的核心骨里面。然后有一个，我觉得导演跟我讲，我那时候问他，他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八仙里面就只有一个女生，他平常就是这个女生也是跟大家八仙一样这样嘻嘻哈哈这样，也许里面有一些。故事了，就是我不知道，对。也许冠廷跟妍霏以后也可以当导演哦，你看回答的都很好。再次贴心叮咛是歌仔戏，不是布袋戏哦。好，因为时间关系，他们说最后一题了。好，那就让 Golden 选好了。这位感觉很资深的大哥，好不好？感觉是个资深题，好不好？感觉教授的样子。我看戏已经从。台湾看到纽约
爱迪约的跟 Festival， 我是几乎是像宗教一样的去看的。这个电影我觉得非常有震撼性。我想问导演的是，你好像是弄了一个 open ending， 虽然那个答复你不用说，整个的 message 是很 clear， 可是你最后还是用一个好像那样一个 open ending。 我想请教你说一下你这个拍演的技巧，我非常佩服。 OK speech please。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有，当然是我觉得每部片结局会很像这个创作者的一个价值观或看待这件事、看待这个故事的方式。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有人曾经跟我说，为什么不留在野台戏，贝贝跟张晨一起在就是淋着雨，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就重生就好了。可是就我自己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去，我不是同仁，我没有办法去告诉观众说，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其实很开心或是过得很好。对，我反而其实如果就我自己的立场，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情可能其实还在发生，还没有结束。不是因为说你惩罚了坏人，或者是说好像是把这些坏人赶走了，学校看起来很平静，没事就是没事。我觉得真的是要回去多我们的同理心，我们的去就是去注目，去理解他们，我觉得才有办法让这件事真正的被解决。但我所以我这个结局我知道可能对观众来说会有一种 to be continue， 或者是说好像是没有出口没有答案，但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然后让我觉得走出戏院之后你还是会继续思考这件事，思考你自己的对这群人的定位，你能做些什么。然后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醒思，就是我觉得是很棒的，希望可以带来这些不同的声音。对，谢谢你们 National 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赏识，感谢您啊，再刷几次啊，感谢。某时间呢，只能合照结语关停，结语，谢谢大家，然后我觉得。有各种讨论都是好的，我们没有说要针对什么事情去讲什么，只是我觉得有多一点讨论，然后那个黑暗的地方也许就会有光照进去，那个作案的手也许就会缩起来，我的感觉是这样。谢谢老师，谢谢冠廷老师。来，哦，一句话，谢谢，一句话也可以的，可以。我希望可以让就是世界各地的大家知道，一定会有一个人懂他，对，所以不要放弃。一定会有一个张同学在他生命里面。好，导演，一个手语 pose。谢谢大家。Thank you。来，我们接下来拍一张一起玩的大合照，好吗？好，三个位置可以让一下吗？不好意思，我们稍微让一下，不要跑远。而且你刚刚不是准备了陈妍霏的这个讲座要送给他吗？还是你要自己拿？可是每一场都要拿着，是不是？OK， 好。旁边我们看不到你，我们尽量往中间补满这些位置，我们看中间这个区块比较好啊。来，官方摄影师这一台。